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师演员 Kim Ji Won 你可能不知道的17件事情1992年10月19号在首尔出生的 Kim Ji Won 由于父母亲都很严格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礼仪教育 Kim Ji Won 的母亲曾说过作为公众人物大众们会想要模仿那个人所以必须要小心言行2007年 Kim Ji Won 在中学三年级时被第一个经纪公司 Lion Media 的星探发掘了在被发掘之前 Kim Ji Won 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演员最初经纪公司想要让 Kim Ji Won 以歌手出道而培训了他但后来转向成为演员在准备出道的三年里 Kim Ji Won 学习了演技声乐训练舞蹈和日语等多方面的技能在出道初期的采访中 Kim Ji Won 曾说过与其说我想成为一名演员或歌手不如说我想成为一名能够表达自己的艺术家但相较于舞蹈和歌唱，我对演技的兴趣更大。在出道之前的2008年 Kim Ji Won 作为练习生身份出演了釜山电台的电视剧 Mrs. Saigon 同时以艺名 Jessica K 参与了当时是同一家经纪公司的歌手 Yuna 的歌曲 Cash Boy 的 MV 拍摄并在音乐节目舞台上担任了键盘手和和声歌手的角色2010年 Kim Ji Won 透过与 Big Bang 一同参与的手机广告正式出道同年也出演了饮料 Oranxi 的广告并获得了 Oranxi 哥的绰号受到大众的关注此外 Kim Ji Won 也出演了大型面包连锁店 Durejuru 的广告饰演了文彬的女朋友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2011年 Kim Ji Won 透过电影 Romantic Heaven 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同年也出演了 MBC 喜剧 High Kick 짧은다리의역습并在 MBN 电视剧 What's Up 中担任了重量级角色在 High Kick 짧은다리의역습结束后所属公司宣布 Kim Ji Won 将转战 J-POP 歌手进军日本而引起了话题据相关报道 Kim Ji Won 有一直在学习日语和练习唱歌但是与预期的日本进军不同 Kim Ji Won 在2012年出演了电影《不错问你呀》给和 SBS 电视剧《아름다운그대에게》Kim Ji Won 在电视剧《상속자들》中首次扮演了反派角色他完美且有说服力地饰演了从未被任何人所爱的孤独角色 Yurahe 当时他流利的日语能力和发音也受到了关注 Kim Ji Won 曾经在采访中提到出演《상속자들》是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2016年 Kim Ji Won 在 KBS 电视剧《태양의후예》中饰演了陆军上尉윤명주该剧创下了最高收视率 38.8%, 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作品也让 Kim Ji Won 一炮而红成为一位具有明星气质和演技实力的当红女演员 Kim Ji Won 曾在多次访谈中将《태양의후예》视为她的人生作品并表示该作品为她提供了更多发展演技的机会2016年在一次粉丝签名会上当一位粉丝送上欧兰西饮料作为礼物时 Kim Ji Won 尴尬并微笑的样子被网友们制作成动图而引起了话题因为粉丝自豪的表情很可爱所以这个事件也被 Kim Ji Won 认为是最令自己印象深刻的签名会2017年在经过许多考虑后 Kim Ji Won 选择了他的首部主演作品 Sun My Way 剧中他饰演了梦想成为新闻主播的 Chuera 以迷人且现实的青春形象引起了观众们的关注这部愉快又渴望的浪漫喜剧赢得了赞誉尤其是 Kim Ji Won 在剧中展现的可爱憨厚的风格和撒娇的演技成为了广大话题许多普通人和艺人也都纷纷模仿他的表演上传到网络上这时 Kim Ji Won 的人气更上了一层楼而 Kim Ji Won 与男主 Park Seo Joon 展现的天衣无缝的默契也被评选为2017年的最佳默契情侣2022年 Kim Ji Won 主演的电视剧《나의黑帮일지》这部戏虽然是一部平静的日常故事但由于口碑的持续传播在收视率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还因此入围了第59届百想艺术大赏电视剧部门最佳女演员奖的候选名单Kim Ji Won 是歌手伊森尼的粉丝最喜欢的歌曲也是伊森尼的经典歌曲《인연》Kim Ji Won 是左撇子但是可以自如地使用双手他通常用左手吃饭画画弹吉他用右手写字2016年2月13号 Kim Ji Won 在电视剧《태양의후예》开播前开设了 IG 目前拥有超过920多万的追踪但他除了宣传作品之外不太使用 IG 在一次采访中他曾提到他想要分开工作和私生活
金基文在新人时期被很多人说过长得像金泰熙，特别是笑起来时让人联想到金泰熙，所以当时最常被提到的绰号就是 Little 金泰熙。歌手 P.I. 演员李宗俊、足球选手洪正武等人称金基文是自己的理想型，特别是 P.I. 他曾表示写了大约十首以金基文为灵感的歌曲。2024年金基文出演了 TBN 电视剧《눈물의여왕》，这是他自仓促家的时隔11年再次扮演财阀的角色，而因为这部戏的爆红以及金基文的完美演技，让金基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韩国一线女演员。